江大大，轮到你了。你怎么这么凶啊？你是你身边单身女性的最好的男闺蜜吗？当然。Angelababy、杨幂，他们都愿意跟我聊他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情感、啊。他们都不是单身女性啊。啊，真不是，对，我是说，在他们单身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跟我聊。嗯，对 对。所以他们从单身变得不单身，你起了一个决定作用。哦，我就是个屁，就是，常常会分享他们恋爱的时候的一些心情，好的坏的都会。所以我自认为我对大部分的女性的心理还比较了解。所以你对 Angelababy 和杨幂说过什么样子的善意的谎言？杨幂问我 Angelababy 和她两个人素颜谁更好看，你的回答是？我的回答在杨幂面前说杨幂更好看，在 Baby 面前说 Baby 更好看，不然你要我怎么回答？如果他们俩在一起，我就会说一样好看。所以